看看新闻网。很多演员也说拍戏最怕人淡忘了，许多刚入圈子的这艺人都觉得要做闪亮的女明星必须长得漂亮，还得啊够大胆。最近呢，因为大尺度电影《厨妓》而大热的阿萨呢，就是拍了这样一部戏。有人说她这个演技非常精湛，而且对于以前的这个角色来说呢，算是一个转变。而且呢，还有人说她能演更大尺度的戏。哎，但是人家直接一口回绝了，原因是什么？来看看。牛仔破洞小裙子加上乖乖可爱的小表情，阿萨到哪儿绝对就是个萌萌哒小姑娘。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。一向简简单单的可爱姑娘，今年年初可凭借一部大尺度电影成为了大热门。由她出演的电影《厨妓》一在香港上映，就拿下了1300万票房，连我们的记者都忍不住撺掇阿萨要提高拍戏酬劳，分一杯汤羹才行啊。现在很多很多电影的投资都不大，你很难把他们的资金一大半拿走。尽管凭着这部电影最近阿萨拿奖拿到手软，但人家姑娘说了，都说一托能够成名，但人家偏不要。那不用找我了，我不适合，反正我接受不了全裸，对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冲破它。也是啊，阿萨同学早就已经大名鼎鼎，何必再去突破底线呢？不过阿萨同学跟你拍戏的老前辈任达华对你的演技是没什么要求了，但是对你的身材还是提出了一点点要求的。我希望他以后这个戏他增磅，这大概多增大概50磅嘛，那50磅变成那个胖胖的小女孩能够再拍戏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的事情。娱乐新天地，阿萨是个害羞的小姑娘，综合